乌克兰高调举行独立日阅兵高颜值女兵亮眼。当地时间24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独立广场和克列夏季克大街举行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庆祝第27个独立日。此次阅兵式的亮点之一，就是首次由女兵方队接受检阅。阅兵式上共有24个方阵接受检阅，他们由来自国民禁卫军、国家边防局、武装力量各军兵种以及18个伙伴国的军人代表等组成，包括新型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地对空导弹和巡航导弹在内的250件大型武器装备。列队通过独立广场另有30架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和其他军用飞机从主席台上空列队飞过。而上一次军机参加阅兵式还是在8年前的第19个独立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总理格罗伊斯曼以及驻乌外国使团代表等出席了阅兵式。另外数千基辅民众也走上街头观看了阅兵。